惯这种生活，不相信或是相信什么，其实你早已被决定过，依然受但是不愿接受，はい、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、シホイッセイです。这一次我第一次拍这样的影片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因为我喜欢这首《将军令》的歌词和旋律，所以这次拍了这样的影片。像这样用日本的三味线弹五月天的《将军令》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我是第一个吧。其实我里面的话，这次的影片不到100分，还需要努力，但这就是现在的我吧。还需要努力。虽然不到我100分，但是如果你们觉得很好的话，请按赞并订阅一下，如此我也能继续努力。然后可以的话，也请帮忙分享。今天的影片是到此为止，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。再见，应该是下次的影片是比较普通的。